问我点解出嚟抗争？你大好前途，莫非系想断送前途？We begin here in Hong Kong, which is reeling from some of the most dramatic scenes in years, where protesters are once again gathering to voice their fury. There is very little merit to be gained to delay the bill. 我是出身在一个警察的家庭，但是我慢慢就会觉得香港是应该要有一些改变。我十零岁之后开始信耶稣咁啦。这个信仰是应该走进即是这个社会或者甚至街头入面去展现出这个信仰的力量的。这场运动是值得我牺牲我的一年学习的。一张文凭比不上香港的前途啊。大家每天都看着这些很恐怖的画面，很 saddening 的新闻。我觉得是 suffering 连接了大家每个抗争者。我不想和平抗争啊，是真的去到冇得拣，大家都不知道可以做啲乜嘢。去到而家呢刻，自己会都会谂，即系继续咁样抗争落去，系咪真的有用啊？咁但系你不出，你又不甘心咧？